谢谢用户88032，那睡衣守护者怎么没见过呢？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中奖概率非常的高，六分之一两盘可以。谢谢，改名能中奖，等他移动速度没了，闪现 A 阶减员死不了，刚这波千万别上当啊，把药吃了 EAQ 这是电刑触发，谢谢用户8032，他这有点不小心了，他可能没见过猴带电刑的，傻了吧？哎，回家了。还有五秒钟啊！谢谢孙悟空蓝烈汉，感谢小军天风号。恭喜小军天。改名能中奖，拉了这波。不还手啊，这人。其实我应该出个鞋的。负天赋是什么？这把带的凯旋，致命一击。呀，现在他只能用 Q 来补刀，哎，小伙子，再插个眼 EAQ 走了。他不还手的话，我们就每回 EAQ 每回 EAQ W 就上来，这个兵看他补不补来。A 交闪来，交闪，交闪，交闪，不交，不交闪。他搁那不知道干啥呢，可能瞅别的路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开始给我竖大拇哥，给我点赞。这波我们升六，哎，六级以后他过来我们再杀他。他如果不上来的话，我们一直控，控到星石出来或者是木印，这把除一个也行，看看效果。这小子在那儿以为这里头没有眼儿，
你怎么跟那把德赛打我似的呢？以为这里头没有眼儿啊？心态爆炸了。吃他塔皮吧，这波劫他好像不行，我们蓝不够用，可以在塔先让他打一打，吃个药。好，走了，没有蓝了，回家了。星石多少钱？2500，这玩意儿能咋这么便宜？木印呢？有些兄弟老说要来把木印，我给你出一把，你就知道这木印的伤害有多低。他升六了，升六了不好杀了。插个眼，防止他又在这里吃经验啊！别让他吃。墨印还加20%技能结束，星石，星石血了没墨印伤害高了。就星石即使是削了也比木印伤害高。这波啊，先把他大给他打出来，先把他大给他打出来啊。哎，我操，人来的有点多，先杀他潘森啊，让天使给大，然后我们杀天使 AQ 接 R 转起来， A 接 Q 杀个潘森吧。这人有点多，两个人我还是不是那么很怕，三个人这有点太多了，咋哪搞这么多人，给我上路塔守一下兄弟。而且他们三个人吧，潘森自己有打，天使还有大，我还没法杀，那全都有无敌，一个比一个无敌。这潘森很喜欢游走啊。谁能告诉我天使一级大招多少秒 CD？ 有没有人知道？120，
一百二这波应该没好。差个十几秒。以我们上一波技能的 CD 来讲，他应该在我们大招以后，他的大招大概还有个十几秒 CD， 我们利用这十几秒的 CD 把他杀了。这怎么能是作弊呢？他也直播去呀，这怎么能是作弊呢？我有兄弟，假猴刚才好像隐身了，先去打个红的，不到啊，先来个收集者啊。简简单单打个红，这小子上哪去了？看看他上哪去啊？好像有蓝，我们看看这蓝有没有啊？可以，是不打蛤蟆呢 ？E A Q W 平 A 再 A。人马想过来找我们，那就找，没有关系。我还没回去找他去呢，走，找人马去。回上路。Killing spree。真的，莱妈这个睡衣守护者这个皮肤我没有看见人用过。我看的都是星之守护者的睡衣守护者最多的，我就是看的那个谁的那个小黄毛的。你有啊，那行吧。好，这波他们全部都在中路，我们拆个二塔。W E A Q 不行，伤害不够。来人了，人有点多是吧？先走一走，别急啊，这波塔不要了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严。哎，其实不严。我让你烤面包啊！我让你烤面包。先杀人马，这把还得来个水银鞋，你还别说，护甲鞋还不行。潘森晕我，他就跑。收集者了，不能回家，这波还得推一波。我闪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你怎么有大呢？减速！救救救救救救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
给天使拿个人头啊，让他值个钱。不行，铁板鞋不行，这得来水银鞋。还好我们不是很贵啊，这把队友好像不太顺。我到了。这人马跑得太快了，不行了，等个十秒啊，看对面打不打。哎呀，对面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回上路吧。这怎么刚一走就干架呀？这这里头有眼儿啊，我们要要的话从这个地方要。这近一瞅就是个要死的样，先把这面包杀了。 A 加 R 转起来，他可能有闪现， A 加 Q。 把红打了去，有梦差点钱。还有个蓝 buff， 把蓝打了。辅助是你妈，骂人家怎么？我得为奶妈打抱不平啊！这人马确实挺烦人啊。又给天使来个人头啊，天使又值钱了，挺好啊。我得为奶妈打抱不平，那奶妈给我大的时候你再吃。我还记着呢啊，再送天使无敌了，那咋整啊？那没办法呀。那你不给天使，给人马更没个没个打。这两个英雄怎么削了还那么狠呢？阿木木人马，等我们幽梦出来就好了，跑得有点慢。可以去看团了啊，走，打团战去。走走走，打团战。这波跟亚索二打四啊，可以打。一出 R， 先把这个杀了。来中风他，我有隐身啊，小伙子。哎，你不回来，那你死定了。我有隐身的小伙子，哎呀，这和血战斧有点猛啊。
人马得用百分比穿透才能杀了这个人马。你把他杀了，应该死不了吧？死了，从下面走应该死不了，但从下面走有可能进来了。黑切可以不？好主意。可以来个黑切，黑切配扎青鱼的吧，没穿透打不动。这玩意儿太幼了，来奶妈让他杀，我先隐身一手。我看你这小子是不想好了。奶妈死了，哎呀，奶妈怎么死了？老妹儿啊，你是真狠，我是真没发现，你咋这么狠呢？先干一波天使啊！我们有隐身，但是还是死了，没关系，人马大已经没了。这波我们已经把所有技能全给他们打了啊！如果亚索来，这是必赢的这一波，这是必赢的这一波，这波不赢都不可能，随便赢。大龙可以打去，这是一波经典的资源互换。这天使是真能拿呀，一下平 A 一个人头。也是看木印伤害高不高，只需要看一看打在 ADC 身上一个 EAQ 他死不死就可以了，或者是打在天使身上一个 EAQ 他死不死。他怎么靠右边靠这么远？就是知道我在左边吗？正常一个人收兵肯定是在中间收，不可能说是在旁边两个地方收。这人有点意思，我为什么会死呢？哎，我木印隐身为什么会被他一枪崩了呢？我都隐住了都，这身，哎，我都隐身了，为什么他那枪能打出来呀？打了我700多啊，隐身又不是无敌，隐身就是打不着了呀，要不然叫什么隐身，对不对？隐身肯定是不能打到我。而且我刚才没显形，我也没打人，并且我看了一下，即使我们在 R 的途中然后隐身了，也是隐着身转人，就能隐身。
要么就是他先打出来那一枪，我后隐形呢。打的途中我们被枪毙了。人马是真是事儿多。哎，你能打得过我吗，小伙子？啊！我的天哪，真是不知道到底几根冲几根算了是吧？我这根大头菜还不得治治你，小伙子！拆塔吧，拆两路吧，走吧，活了。来个塞瑞尔达的怨恨。塞瑞尔达是谁？我就知道塞尔达，还有泰瑞尔。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这波直接先杀潘森，跑得真快呀！这别去了，别去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怎么能去呢？这，哎，来个抽，好晕！减速到了吗 ？E A 抽再 A， 不行，这伤害完全不太对，他肯定得过来啊，在这等他，他不过来，不过来算了，个老人嘛。你瞅你幼的，你瞅你幼的那个样子啊！真幼啊！我今天必须得治他，哎，我必须得治他，我让他知道自己啊！猴子猴孙，我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的脆，他敢在我这幼。41%护甲穿透，48%护甲穿透，462的攻击力，30%护甲穿透，48，41，哎，48，30，少了11点护甲穿透。少了11%，11%，少个盾。Shut down。我决定还是给他卖了。先把这银马给我杀了，漂亮！我们先搞个近啊！哎，全死了。嗯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是天使吗？这是。
让我 Q 死他。把这个卖了，出个这个，这就属于我们的神装了。嗯，又加了点穿甲，我不需要那个黑切的持续穿甲，没有用。除了我们杀银马以外，其他的人三个技能只有这个银马。银马可太不像银了，为什么就这么狂妄？等我电型好的啊，这 ADC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你叫天使啊？啊，是不你 ？EA Crew 挺幼啊，这挺幼。哎，我们家这亚索啊，他为啥3.1啊？我以为这亚索能挺厉害的，那中路那。